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队长。今天来到这边很久没有回来的正滨渔港。进来这边呢，主要最近好像阿吉有点靠了，然后刚好来测试一下新的钓竿。好，就来试试看。啊，这次要用的新竿呢，就是延刃啊，延刃的新的规格。那这个是四节式的多节铝竿。啊，因为现在其实真的很适合这种旅行竿啊，到处拖跑，所以我们也把沿着做一个小改款，做一个铝竿规格，那就开始钓吧。哦，我们试过你这个，好想钓。哎呀，妈妈看你的。哎呀，这只是准备之后要上市的新竿。是哦。对啊。先给你玩玩看，这是测试竿哦。测试竿好啊。对啊，你知道我们出延刃吧？有啊。这是它的旅行竿板，四节的。我现在这个饵很轻，0.6克而已，它只能用慢慢放。这是很好抛哎。对啊，我刚刚觉得好抛，那就应该是不错啦。真的、哦，哎，中了，哦，大菜刀呢？哎，我看到鱼来啄哦。那个小鱼群。这个就是我捞的。哦，你看就捞那个。我快去捞。对，平收就可以了。不过你要找永成吧。
那今天来测试一下这个盐刃，它的钓这个菜刀，我们现在测试微物应该算是蛮 OK， 我觉得感度可以。然后刚丢这个应该是 0.6 克的，啊，钓这个菜刀我觉得不错，真的是非常的很菜刀沙咬啊，那就是这样。啊，今天还遇到一个小粉丝，好啦，那加油。好。啊，今天好像钓得不错哦。好，加油啦，加油啦。那我们现在影片就先到这，我们下次见，拜喽。哎，都看到这边了，别忘了按下你的订阅键，订阅不用钱的啦。